7月2日晚，吴宣仪红色碎花裙搭配牛仔衣现身机场。照片中的吴宣仪一双筷子腿白嫩秀场，心情大好，冲粉丝甜笑。这长发披肩的画面看上去像是仙女落入凡间的感觉了。大家觉得这样的吴宣仪才是最真实最美的了。画面中的她一件简单的牛仔外套搭配一条红色的碎花连衣裙，把她白皙的肌肤显得更加动人了。真人的气质和颜值比视频里的还要美上100倍的即视感，吹弹可破的牛奶肌任谁看了都会心动和羡慕的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